怎么样把简报内容整个改头换面呢？滑鼠右键，这边有一个转换成 Smart， 而且它是常用底下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欸，这个观念一定要请你们记住哦。好，所以滑鼠右键有一个转换成 Smart， 这边有很多种，看你喜欢哪一种。例如说，假设我今天我改成这一种好了，然后接下来我觉得啊，这样子的颜色呢不好看，没关系，它在这里它已经做了很多的一个配色，例如说很多种不同的颜色，从蓝色到橙色，或者是这个多种颜色，而且还可以把它做成一个什么立体化。那你看一下哦，在这个地方原本是长这样子，现在长这个样子，而且只需要你几个动作。第一个动作做什么？滑鼠右键嘛。你不要在这边点，因为我是要把它做成什么很漂亮的什么 arc 文字，所以滑鼠右键点它。接下来第二件事是不是转换成什么 arc？ 这边有很多种，你随便挑，挑一种你喜欢的。可是你不能挑错哦，像这一个你就不能挑，因为这个是第一、第二、第三，它是有前后关系的，然后第十又回到第一，那现在没有这个关系嘛，所以了不起我们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内容，或是这样子的内容，这都可以。好，然后如果说你想要再改的话，其实都还可以再改，例如说改文字，万一这边不见了怎么办？这边有看到吗？然后这边可不可以再做一些修改？例如说制作为 CD 教案，假设我只要有 CD 教案，那把制作为删掉，类似这样子一个修改，或者是在这个地方啊，我们还可以修改，这里面有很多种不同的样式，例如说改成这样子，这都是可以去做修改。这边有好多种哦，可以请你自己有空的时候呢，自己再看一看。最后我只是要想要问你一件事情，您觉得这样子第一张投影片跟第二张投影片内容是不是一样？可是你希望看到的是上面这样子的纯文字的简报内容，还是图文并茂而且给人感觉专业的一个简报内容？应该是第二种，是不是？所以请你们一定要学会转换成 Smart Art。 好，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转换成 Smart Art。 这是简报文字跟图形的直接转换。